看一下，我们剪到这边哈，看看。好，首先呢，其实你看哦，要做讲道，我先问一下，你有没有用过那个？我们用的都是超过你最多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用过它内建？它不是有一些范本吗？啊，你可以选一些那个范本一些颜色啦，哈，或一些风格。那有没有用？快要烂掉了，好像都没有什么新的哈。啊，所以你每次看看人家做的啊，超过人做的，一看就知道用内建的那几个哈。那所以呢，我们一开始呢，我们先跟给各位看一下，我们在这边呢，首先会跟大家介绍一下一些免费的简报范本。其实如果你是正版的，事实上微软网站上有一部分，不过他后来就没有很认真做，所以上面的范本老实讲就漂亮的比较少了，那所以我们会带各位到网络上找一下简报里面我们有，给各位知道。那第二个就是说，你可能会看到一些什么图片，微软里面有没有叫做美工图库？有哈，可是是不是也不能说不好啦，只是因为常常用，常常觉得好像就找了我想要的那一个，好像穿衣服一样，有没有？去找一件，所以呢，我们也在网络上分享几个比较我比较常去的，那你去比较看看说，像会不会比你用它内建的好一点？好，那再来呢，还有一个，你可能在 Word 里面或者在 PowerPoint 里面会不会用到图表？会哈，会用到图表。那图表的话，你要怎么做？怎么做进来会比较方便一点？再来，还有一个，各位有没有用过母片？有没有用过母片？好，那你看哦，母片，你看我们一般现在你在做简报，你是都一页，然后就插入一页，插入一页，插入一页，对不对？那这样子，如果以后假设我的这个背景都是同样的，那或者是标题都是类似的，那你是复制一页再改，复制一页再改。可是万一如果我今天发现说，哇，我原本设定的那个背景不是很喜欢，我想要换的时候，假设你做了十页，你要不要十页换？要不要每页都换一次？要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你透过抹片就比较方便，你只要换一次就好。抹片的概念其实就跟我们在 Word 里面所谓的范本是一样的，对，每天套上去之后，我的基本东西就有了。好，比如说我的背景大家都一致的，等于说我是统一规格。好像我现在要给各位填那个报名表好了，那我就把报名表一制作好，我就给你填。你填的时候是不是只要负责把内容填进去就好？要不要自己画表格？不用，对不对？就摊在这边，让你了解那个概念了哈。所以抹片这个就对我们在做简报来讲就还蛮方便的。最后，你简报如果做完了，要播放，对不对？那播放的时候要怎么播比较好？可能会有一些小技巧，因为会做简报跟要负责讲简报好像有点不一样，所以你要怎么做？那再来一个也是很重要的问题。你今天如果播放简报的那一台电脑不是你自己的，比如说我在这边我用这一台，那不是我的啊。那你简报带出去就会有问题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也许你在你电脑没有装了很多可爱的字型，结果来这边啊没有，那就看不到啊，看不到那个效果啊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？你可能里面有放那个声音，或者是放那个影片，结果奇怪，怎么我在我家里看 OK， 可是来这边就没有，因为他带的时候有一些小技巧。是，应该是不会乱码的。因为没有那个字型，对，所以这个就跟字型有关系。所以我们等一下来看，如果您，我今天就是刚好那个字型是属于特殊字型，我可以让它带着跟简报一起走，这样就不会有您遇到这个困难。好，那您了解这样的概念之后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免费的简报范本。首先，我给各位看一个网站哈，我有里面有放几个网站。那第一个网站呢，在这里。这个放大一点好，来，在这边。好，你如果这样看不是很清楚，我看各位那个手边简报哈，那可能也会到那个，因为两页做一页哈，所以可能也许比较小一点点。
这样子你看还 OK 吗？还是我再大一点点，再大一点点来，这里，好 ，template wise 点 com 前面加上三个 w， 好点 com 这样子，好点 com， 其实同学你只要会一个关键字就对了，就是什么字？前，不是 template， 前面那一个，这个，我换一个颜色好来，这个。其实你只要会这个关键字就好了。我们的范本叫做 template， 但是因为范本真的是复数，所以有加 s， 那么所以说你，其实我现在我虽然列了几个网址在上面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要会找关键字，你就是要会找这个。那如果你要再准确一点，因为这个范本有非常非常多范本，包括什么 Word 也有范本，包括有范本。网页也有范本，还有好多东西是我范本可以用的。那么这个时候你如果要再准一点，你可以加上什么 PowerPoint， 你了解意思了吗？好，就是你在搜寻型的时候，我就加上 PowerPoint 的，好，那就可以 template， 这样就可以把它更精准。没有，我们在搜寻型在做，我现在是先跟你讲一下。好，那如果说您看的话，我找那个网址给你看一下。我们到这个搜寻引擎，平常大家都用哪一家的搜寻引擎比较多？ Google 还是 Yahoo？ 没有，那个是浏览器，但是那个搜寻引擎我们一般就是要 Google 或 Yahoo， 好，比较多。那其实说真的，假设您要找资料的话，我是比较鼓励多用 Google 啊，因为真的比较容易找到。对，那您看哦 ，POWER，POINT， PowerPoint， 我把它连在一起，好不好 ？PowerPoint， 然后我加上范本。你用中文的哈、找比较少，来，您看一下，这个关键字就像这样，您看有没有？你如果在搜寻引擎里面找的时候，就是找这个关键字，找这个关键字，好。那当然，如果你要再 OK 一点的，你可以，因为我想要找的，请问你要找的付费的还是免费的？免费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可以再加上什么？你看你找的这个关键字有没有下面有个 free 的？好，你可以再加上 free 的。那这样在找的时候就相对就可以找到很多。因为说真的，其实我就算简报里面列再多吼，永远会有这新的，所以你要自己会找，好，自己会找比较重要。那么。假设用这个关键字，我一找，好，您看看现在有没有找到很多？好，这里是广告的，你看 free 的 PowerPoint template， 对不对？你把它点进去，background 哦，还有背景，我把它点进去，您就可以看到了。哦，你看这个就是我介绍的第一个，好，这个地方。这地方好，那您可以看到它这里面，它有特别跟你强调哦，百分百 free 哦，有哈、哦，这样我想大家在用，你用的理所当然，心安理得啦。我们也没有盗版嘛，对不对？哈、哦，好，那所以您找到了，那一般来讲他们都会帮你做好分类，也就是说这种范本太多了，好，所以他一般都会帮你做好分类，你可以看到这边哈、哦，你看。看到这里，好，您看到了哈，好，这样子变大，这里它有几个类别哈，一个是这个，这个是 object 要怎么翻哈，然后这个是商业的，那 business 的，好，下面这个是 business， 那你看到一般的它有所谓的 general 的，有没有？好 ，general 的，还有 nature 的，自然的，好，自然的，那下面还有什么旅游的啦，还有那个 finance 是财务的。对不对？好，那么多，有，那个画面我好像是第几页？有，对，好，那所以你看哦，等一下大家可以一起去找一下，试看看哈。那么假设我现在先找看看，好，我把这个先收起来一下，我把往下往下，你看它下面有一些它最近增加的有没有？这里面。
这里面有一些增加的哈，有一些增加进来的。那么假设我想要这一个，假设我想要那一个，你当然也可以透过刚那个分类去找，好，刚那个分类找。假设我现在就用眼睛看，我就觉得想要这个，还是我们看绿色的好的了，哦，我们看绿色的用这个也可以啊，对眼睛比较舒服一点。好，那我就按，你看这边哈，有没有一个download？好，这里下面都有一个download，有没有？好，所以你就把它按下去就好了。好，那它就给你看到哦，长得是这样子，百分百对。再来，它的那个下载位置在哪里？在这边，你看一下哈，整个往下走，有没有看到一个叫download？看到了对不对？不要客气，抓下来。点一下就好了。它一般来讲，因为他们里面都有好几个档案，所以它会是一个 VIP 压缩档。好 ，VIP 压缩档，所以呢，哎，我在哪里？看一下哈，看一下。好，会啊，一段时间会更新的。对啊，对啊，我们有没有这里有个储存的哈？我把它储存下来。那我先看到我放在哪边？我放在这里好。好，好，这样就存下来了。那我马上来找一下哈，来，好，在这边，来，等等，在这里对不对？好，按右边，我们把它解压缩。你可以解用 7 Zip 或者是这个物雅雅都没关系哈，解压缩，然后这个资料夹一下。好，现在这里多一个了，看到？打开。你看哈，我把这个变成缩图，这样你有没有看到它里面的档案了？有哈，它还要把图片另外给你哦。好，因为你看一下哈，我们看一下用这个图示，你可能就很清楚。有没有发现这个前面三个是不是图片？对不对？四个了哈。然后右手边有没有一个 Word 那个 PowerPoint 档案？对，好，所以我们要的，假设你图片不用，你就直接开右边那一个就好了。像我现在呢，我就来打开它，咚咚，打开了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咯。我们来这里看一下，有没有？这里，这样有没有？它那边的就有一些简报，就给你了。你如果不喜欢，比如说你觉得我喜欢这个头跟这个尾巴就好了，中间我觉得就不是那么好看啊，对不对？就不要用就好了。那又没有人规定说你要全部都用，对不对？哦，你可以自己挑喜欢的。可以，假设这个不要，这页不要，你就把它删掉 ，delete， 按 delete， 有没有按 delete？ 这样不是剩两页吗？然后这边你是不是就可以从这边开始做自己的？这样至少看起来你就比较认真一点，因为没有换人家范本。简报内容我没有办法帮你做。但是这种每天的我们可以先找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呢，您可以看到哈，我们在这个地方，除了这个网站以外哈，您就是左边的那个，还有另外一个是这个，这个其实也很不错。另外这个网址哈，在这边，你看他们呢都差不多，都叫 Power 什么 AD。PowerEd.com， 那这个部分呢，它是跟商业网站是在一起的，也就是说它里面主要有商业网站，但是也有免费的啊，所以它这个更新频率会比较快，比我们刚刚的网站还快。那也一样，就是你可以下载，好，都可以下载哈。所以我想我们先刚看过刚刚那个，这个你有机会再来参加。我们先让各位你先找看刚刚的网站好不好？好，那我把画面先还给各位咯。好，先试看看，先会找东西，以后你就比较有机会做不一样的。